诸位嘉宾、诸位朋友们，大家早晨好。我很感谢教会给我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。我讲演的有准备的都印出来了啊，大家都拿到了。我这一个半钟点呢，跟大家呢闲话家常，有很多问题的诸位都想知道的啊。我简单的跟诸位报告我是怎么去学信仰宗教的啊，怎么样学了佛的。我想很多人呢都想知道。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书，对于宗教跟一般年轻人一样，认为它是迷信啊，这个始终没有意愿去接触它，所以对它呢真的是一无所知啊。20岁的时候对哲学产生了很浓的兴趣啊，跟一位哲学家啊，在台湾呢，方东美先生，啊，这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啊一位大德。我跟他学哲学，那么实际上呢，我跟他并不认识，只是慕名，啊，他的名气很大，我给他写一封信，啊，写了一篇文章。寄给他看，一个星期之后他回我一封信，约我到他家里去见你啊，我就到他家里去拜访他。他问我的学历，我说我初中毕业，高中只念了半年啊，抗战期间这个战乱的时候3年没读书啊，就没有学校啊，但是我读书没中断啊，喜欢读书。他问我，看了我半天，问我我有没有欺骗他，我说我不敢欺骗老师啊，句句是实话。他告诉我，他说你写的信写的文章我们台湾大学的学生写不出来啊，哦，他真的怀疑。我就告诉他，虽然呢是学3年，可是书本没中断啊，爱好读书，那么对这学很有兴趣啊，但是没有深入的接触啊，看的书也不多啊，跟这个真正研究哲学的这些人呢也很少接触到啊。于是他告诉我，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你要到学校去听课呢你会大失所望。我听老师这个话了就完全拒绝了啊，我们沉默了有5-6分钟啊，最后他告诉我，这样子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。我这个哲学是这么样跟他学的，学生只有一个，老师一个啊，在他家里小客厅小圆桌面对面上课，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，从
西方哲学开始啊，从康德开始，讲到中国，讲到印度，最后啊，讲到佛经，叫佛经哲学。我非常惊讶，我说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，啊，而且呢，一般的宗教，高级宗教啊，只有一个真神，佛教拜的太多了，啊，多神教、泛神教，多神跟泛神呢，在宗教里属于低级宗教，他怎么会有哲学？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他说你年轻啊，你不知道啊，那个时候我26岁，啊，他告诉我，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这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是在这一堂课啊，就是这一个单元，把我从前一些观念洗刷干净了啊，接受老师的教诲啊，知道这里头有大学问啊。老师告诉我，他说你要好好的学佛经哲学，佛经不在寺庙了。我就奇怪呀，为什么不在寺庙呢？这从前出家人大概是200年前，出家人有道德、有智慧、有学问，真的是帝王师啊。最近这200年呢，出家人不研究经典了，只是诵经念经啊，念的什么意思自己不知道啊。所以佛教不在寺庙，在哪里呀？在经典。所以他告诉我，你要从经典当中你才能够学到佛的智慧啊，佛的哲学啊，告诉我这么一条路子。这个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如果他不给我说，我到寺庙去访问，就一看到不是那么回事情，我说老师不就骗我了。其实老师很高明，预先把这话讲清楚了啊，要我到经典去找，不要去问这些出家人啊。所以我就明白了，我到经典去的寺庙去的目的是找经看，因为那个时候61年前啊，市面上买不到经书啊，只有寺庙里面才有藏经啊，所以要看佛经一定要进寺庙。那个大藏经是借不出来的啊，普通有借缘的小册子啊，这些借不出来的，只有利用空闲的时间去抄经啊。我那个时候还抄了10几部啊。切入经藏之后兴趣就来了啊，老师没有骗我，果然经典里面呢有真正的好东西，越深入啊就欲罢不能啊。所以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啊。也是在同一年的下半年，我认识一位喇嘛啊，藏传的佛教张家大师啊。这个人身份地位很高啊啊，我没有跟他学密，但是密宗的常识我很丰富啊。我跟这个老人呢3年，他很爱护我，像方老师一样，每个星期给我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啊，每个星期我可以跟他见面。跟他3年呢，他圆寂了。我佛学的基础是他那点奠定的啊。那么他教我出家
劝我出家，他说你别去做官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做官是个清官，是个好官，你底下的人呢，贪赃枉法，做不如法的事情，你怎么办？我想了想，很有道理呀，非常有道理呀，这个事情做不得了。我说那怎么办？他叫我出家，叫我学释迦牟尼佛。我真正开始学佛的时候，是从他那里开始，从方东美那个先生认识佛教。佛教不是一个普通的宗教，是一个高度智慧的宗教。唯有智慧呀，能解决一切问题。知识不行，知识有局限性，而且有后遗症。这是到我们晚年10年前，我在澳洲，陈蒙，昆士兰大学的校长，格林菲斯大学校长，两位校长，推荐我，也找我，要求我代表学校，代表澳洲啊，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我前后参加了10几次，第一次参加，代表学校参加，那个时候学校有2位教授啊，我们一起来参加，就在曼谷，大学里面呢召开的，因为我头一次嘛，我不敢讲话，我细心的观察，我了解了一些状况。第二次在日本，日本冈山，我就大会当中就说话了。从第三次之后啊，大概都是主题发言，把我们中国5000年传统的文化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就是今天讲的世界和谐，这一些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，介绍给与会的朋友们，大家听了都很欢喜。可是散会之后，有朋友来告诉我，法师你讲得很好，这是理想啊，这个做不到啊，这个给我很大的压力啊。为什么呢？人的信心失掉了，这是今天世界最大的一个危机，丧失了信心对古圣先贤没有信心，实在讲呢，细心去观察，对自己没有信心，你这个家庭父子没有信心，夫妇没有信心，他对谁还有信心研究科学可以存疑，又可以怀疑，研究圣贤学问不能怀疑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，一分沉静你得一分的契入，10分沉静你能够契入10分，万分沉静那你就成神成佛了所以完全从真诚恭敬里面呢才能得到。于是我就想起来当年老师不要我到学校去旁听，单独星期天给我2个小时上课，为的是什么？我明白了，大概是我对老师的尊敬心感动他我在那边上课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，老师非常认真教我应该我就想到，如果我跟200年前的古人比我被老师开除掉了，不及格了。我对老师对圣学的恭敬心呢，大概只有30分的，100分只有30分的。200年前呢，那些古人呢，
那个恭敬心至少是六七十分，那我们怎么能比得上啊？可是比起现代，就是六十一年前的学生啊，大学的学生来讲，大概大学学生对老师只有三分恭敬心，我有三十分，所以老师啊叫我到他家里上课了，啊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，我才想通了，啊，所以今天我们讲复兴中国传统文化，复兴宗教教育，难，难在哪里呢？没有沉浸性，这最大的困难。啊，我遇到许许多多宗教领袖、国家领导人，几乎都会谈到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，特别是世界这个和谐的问题，啊，每个人心里面都在想着，啊，都在寻求。我2005年第一次跟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长老见面，啊，他第一句话就问我：“哎，他说法师，你走过很多地方，也认识不少国家领导人，所以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？”这问题问得非常严肃，啊，不是随便开个会，啊，是连国家领导人对这问题都有怀疑。当时我就说了，我说如果你能把四桩事情办好，世界就和谐了。他说哪四桩？我说第一个，国家与国家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；第二个，政党与政党也要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；第三个，族群；第四个，宗教，都能做到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，这个世界就太平了。他听了之后，表情很严肃，啊，六七分钟都说不出话来。我接着说，我说确实是难，真难。非常棘手，但是从宗教下手有办法。毕竟这个世界信仰宗教的人数超过不信仰宗教的人数。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国家民主国家很多，如果宗教能团结，宗教能起了作用，会影响政治，影响政党，也影响族群。这个话马哈迪长老听懂了，啊，那么宗教我有信心，因为我们在之前呢，在马来西亚，在这个新加坡住了3年半，把新加坡的宗教团结成兄弟姐妹一家人，啊，我们有这个信心，啊，做成功做出这个实验，啊，所以以后这个印尼、澳洲啊，跟马来西亚宗教统统都团结起来了，是非常好的一桩事情。啊，对于国家、对于治安、对于这个族群当中的这一些冲突，通通无形当中都化解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好的方法，人。中国古人告诉我们：“人心本善。”啊，佛教里面说：“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”这个跟中国古人的看法、想法完全相同。啊，那佛是什么？我们都把它搞清楚。啊，佛教是不是一个宗教？说严格的来说呢，佛教不能算是个宗教。为什么？宗教最重要的要有一个造物主，佛教没有。啊，那佛什么意思呢？这
这从梵语音译过来的。佛是觉悟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白了，彻底觉悟了，这个人称之为佛陀。每个人都能觉悟，每个人都能够达到这个境界，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佛。这是跟一般宗教不一样的啊。所以我们把它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佛教是教育啊，佛陀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佛陀教育的学位的名称啊，最高的学位是佛陀，第二个学位是菩萨啊，相当于硕士，第三个学位阿罗汉相当于学士啊。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很奇怪，不一定要学很多东西啊，也就是他不重视知识啊，不重视常识，不重视知识，他重视智慧啊。知识跟智慧不一样，如果人有智慧啊，这个知识他自然通了，他不要学的啊，自然就通了啊。知识不行，知识必须要学习啊，而且它有局限性啊，它不能够通一切法啊。所以佛法的时候你怎么通呢？佛教你放下啊。我们有些朋友这几天在一块聊天，佛教我们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啊。那么阿罗汉这个学位怎么得来的？你能够对于一切法，这个一法是佛家用那个代名词，总代名词，就整个宇宙所有一切现象用这一个字做代表啊，这叫做法啊。那么对于所以叫佛法，佛是觉悟，对于所有一切法你都能通达明了，这行吗？行啊。如果是学呢，那是学不了的，一个人生很有限，你就是学一百年你也没办法学完全。你比如今天大学一个科系四年毕业啊，十个科系就四十年，一百个科系就四百年，你得学四百年呢，你才学到一百个科系，一百科学之外你还是不懂啊，确实没办法。但是佛家叫智慧心，智慧要一通啊，全通了啊。那么在印度，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他是30岁啊，他其实他学了12年，代表知识分子，年轻的非常好学，19岁离开家庭就求学啊，当时印度所有宗教学派他通通接触到啊，都学过。后来在菩提树下、毗婆罗树下入定，在禅定当中啊觉悟了。禅定是什么？禅定就是放下啊，真正能够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叫彻底放下。彻底放下就达到最高的境界，就是佛陀啊。佛陀呢，那的确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啊。他没有学过，你去向他请教，你就问他，对答如流，给你解答问题，绝对没有后遗症。高啊！啊，不能够放下起心动念，能够放下分别、放下执着，这是菩萨啊。这是第二个学位啊。分别也没有办法放下，只能够放下执着，与一切法都不执着，这是阿罗汉。所以他着重的是在放下，不是在你学习多少啊，那个没关系。那么在中国唐朝1300年前出现一个慧能啊，是个砍柴出身的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悟性很高啊。悟性高什么原因？心地清净
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麻烦就是心不清净啊，知道的东西太多了，太杂了，把我清净心啊堵死了。3月21号，美国这个夏威夷修兰博士，他到香港来看我，这是世界上很著名的用意念治病。这些年来他治好了好几千人，医生不要用医药，不要打针。什么个治法呢？他要你的姓名，要你的出生年月日，你住在什么地方，你是男的是女的就行了，其他都不要，病历，病历，他告诉我，治病啊，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清净心。他告诉我，比人必须把你的记忆放下，它叫清除掉，我们的记忆，不善的记忆清除掉，善的记忆也要清除掉，因为善跟不善都不是你真心里的东西，你的真心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的心，真心一定是清净平等觉，这个真心呢，那佛承认每一个人都有，所以佛是平等的，任何一个人，佛知道清净心，我们完全都一样。那现在为什么不一样呢？我清净，你不清净，差别在此地。你能够把那个不清净的东西清除掉、排斥掉的时候，你清净要恢复的，你就跟他完全一样啊，没有两样啊，所以一点都不稀奇。所以佛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陀，没有一个不是。清净心里头，清净心的核心是什么？核心就是爱。所以每一个宗教都离不开这个爱，爱是所有宗教的中心点。宗教能不能团结？能，因为你有爱心。你没有爱心就不能团结，你有爱心。所以这个。那么这个呢，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本善。本善就是爱心。所以中国人重视教育。我曾经前几年在澳洲，南昆大送我一个博士学位，校长请我吃饭，在座的有几位教授，其中有一个是学校的教务长，他告诉我一桩事情，我以前没听说过的。二战之前，欧洲有一些学者研究世界4个古文明，3个都没有了，为什么中国还存在？这么一个问题，研究应该有好几个月，最后的结论，大概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缘故。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，我完全肯定，我说这个结论呢一点都不错。中国这个民族有文字到现在4500年，4500年前没有文字，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，文化早于文字，像印度，印度婆罗门教有13000年的历史，所以我也常常想，中国传统文化至少也有13000年，从孔子的态度我们能看出来，孔子自己说了，他一生述而不足，也就是孔子一生没有发明，没有创造，那么他所学的、所修的、所教的、所传留下来的，全是古圣先贤的东西，这不是他自己的东西。
述而不足，信而好古。他对于古人充满了信心。这是值得我们后人呢学习的。我们现在缺乏信心。所以对于古圣先贤要有信心。不能认为他们不懂科学。他们没有知识。其实他比我们高明。高明太多了，我们望尘莫及。你看用他们的方法来治理国家，处理国际问题，能够得到长治久安、太平盛世。我们今天自以为科学技术发达，自以为常识丰富，我们把世界搞得这么乱，搞得这么糟，这不能比呀！确实，佛经里面有高深的哲学，有高深的科学，我们没法子理解。我们读这些经文，佛说的，佛不会说假话。但是总有疑惑嘛。学了60多年的时候，一些很高深的说是奥秘，宇宙的奥秘，我们还是没有法子断疑。信是信仰，但是里头有疑问。一直到近代，最近的30年，量子力学家了，他们的研究报告把这些问题呢全部化解了。那么这第一个问题，物质究竟是什么东西？这在佛经上讲的阿赖耶的三细相，这就是宇宙的根源，整个宇宙怎么来的？所以在佛经里面讲的是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。现在科学家知道了，业相就是能量，转相就是意念、念头、意念，境界相就是物质。那么这个佛教传到中国盛唐的时代，这是中国佛教黄金时代，那时候高人辈出，真正达到明心见性，像释迦牟尼佛境界至少有10几20个人，真叫盛世啊。我们看到贤首过世的报告，他叫人怎么修学？舍尘观法。第一条告诉人，在大乘教里面，把整个宇宙分为两个项目，一个是精神，一个是物质，也就是现在讲，现在科学也是这么分，一个心理，一个物理。所以最近这个300-400年的科学偏重在物理，把心理收获掉了。你看在唐朝时候，中国人就讲出了整个佛法分成两分，心理跟物理。但是他后头有，他说物，佛法里面不叫物，叫色，色就代表物质，是吧？色有心神，后头还有个总结，全体是心。这个今天科学还没做到，今天科学已经做到什么呢？色有心神被科学家发现了，就是什么？物质是从意念变现出来的。德国的普朗克，爱因斯坦的老师，他一生就研究物质到底是什么，最后把这个真相拆穿了。在佛经上讲物质，最小的物质称为灵虚尘，极微之微。到这个物质性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灵虚尘到底是什么？
谁见过？佛经上说的八地菩萨，那我们哪有那种功夫啊？到八地啊，你能够见到他。可是今天这些量子力学家见到了，啊，他们是用科学仪器，啊，是有数学依据，用科学的仪器来观察，发现了，啊，真发现了，是佛经上所说的，啊，它不能再分，再分就没有了，啊，这个最小的东西，科学的名词，中文翻译叫微中子。啊，微中子的体积多大呢？用电子，啊，原子里头的电子，用电子做标准。一个电子，它的体积等于100亿个微中子。啊，也就是100亿个微中子纠缠在一起，体积跟一个电子那么大。科学家还是分了。再分果然没有了，物质现象不存在了。发现是什么？是念头，意念的波动现象。这就说明说，物质是从心里变出来的，啊，证实了智者大师的话：色由心生。可是后智者大师后头还有个总结。全体是心，整个宇宙是心，是心就是念头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跟科学所讲的完全一致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20-30年之后，佛教不属于宗教，属于高等科学，高等哲学。啊，他给你解释整个宇宙的真相，说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这一个现象发生，是一个科学的大革命，啊，现在叫前卫科学，还没有被全体科学家承认，应该20-30年之后会承认，啊，影响的什么呢？影响的是我们可以改变身体，啊，头一个就是身体的健康、长寿，自己可以操作。啊，老可以不衰，啊，跟年轻人一样。我说，物质是听意念指挥的，所以只要我们念头好，你的身体没有一样不好。啊，身体里有病，病从哪里来的？病从不好的念头，贪嗔痴慢疑，这个东西来的啊。这个中国人懂得了，中医里都讲啊。这个贪嗔痴慢疑对应对我们内脏五脏六腑，它有应对点，啊，你哪一个毛病重，贪心重，啊，那就是水大，你某个部分会生病，会带着病毒，那我不贪了，你这个带着病毒的细胞啊，自然就恢复正常了，不需要用药物，不需要用针灸，所以。这个夏威夷的修兰博士，他就用这个方法，说你这个道理我懂得了，啊，但是你确实把心里面呢，头一个是治自己，自己要有病，你治不了别人，自己没有病啊，才能够治别人，啊，这是个很高的一个原则，所以必须自己健康，充分把自己的爱心发扬出来，对待任何一个人，平等的爱，亲近的爱。无私的爱，这种爱里头没有占有，没有控制，啊，没有支配，没有这些念头，这叫真爱呀！爱一切人，爱树木花草。我住在这个香港，门前有几棵树，他抱着那个树，我们给他拍了照片。这修兰博士，他今年73岁，啊，小我13岁。啊，身体很健康。啊，告诉我这些最重要的一些理念啊，一定要把内心里面肮脏的东西清除掉，这在佛法修行呢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。啊，人不能有贪嗔痴慢，不能有自私自利，啊，不能有控制，这个一切万物不可以。
与万物共存，啊，共同来享这个享受，但是没有占有，没有控制。你说这个多自在，这是真正的爱呀！有控制别人，就伤害别人了，就障碍别人了，啊！所以佛法讲这些东西，啊，我难得碰到，我也没有想到修兰博士来看我，啊，非常非常难得。所以必须把烦恼放下啊！我过去初学的时候跟李老师学讲经学经教啊，这个老人我那个时候跟他的时候31岁，他老人家70岁啊。那么他我观察他，我跟他10年了，他的工作量差不多是5个人的工作量啊。他在台中创办台中联社，联有20万人啊，跟他学习的，办一个图书馆，有2个幼儿园，有1个养老院，有1个医院，这他办的事业。他自己本身是封这个孔德成封司官府的主任秘书，是两个学校的教授啊，每一天接触的人处理的事物是非常忙碌，一天吃一餐，日中一时。我也跟他学啊，我跟他学，我一天吃一餐吃了5年啊，我到第8个月我才向老师报告，我说老师，我现在也日中一时。他说多久了？说8个月了。怎么样呢？我说一切很正常啊。他桌子一拍，永远支持下去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人的生活简单呢，可以不求人呐。人到无求，品自高啊。啊，我们是生活费用很少啊。我那个时候在台湾的生活费用，1个月大概是150块钱，相当于美金3块多钱的，啊，我1个月就过得很自在了，啊，可是老师，我追不上他，他1个月生活费用啊，60块钱，换句话，不到2块钱美金，为什么？他吃的少，我一天吃一餐，我吃的比他多，啊，他吃的比我少，那么大的工作量，于是乎我就体会到了。人身体是个机器，能量需要能量它才能活动，饮食是能量的补充，那就像我们用汽车一样，有省油的有耗油的啊。老师是个省油的灯啊，它为什么会变成现象？能量到底消耗到哪里去了？我给老师报告说，90%以上的能量消耗在妄想杂念。老师承认对的啊，只要你妄念少，烦恼少，你很少东西你就能够维持你的精神体力啊，不需要很多啊。所以清净平等心重要。那么多事情要处理呢，没问题，处理事情的时候处理完了就完了，别放在心上。如果放在心上，常常想着常，那消耗能量就大了。你不放在心上，没事，处理完了说，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，啊，你会有立刻恢复到清净平等觉，你消耗的能量自然少啊，啊，所以真正可以做到一生，在这个世界，与人无求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可以做得到啊！一个人在世间，真的是与世无求，与人无争，你说多快乐？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啊，所以确实，啊，老师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我们认真学习，从这当体验到这个事情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，啊，所以。
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不通过检验，实际上检验那都不能算是真的学问啊，一定要做实验啊。所以中国古人教导我们，所以中国的教育是世界上独有的啊。中国教育教底下一代，从什么时候教起啊？从怀孕教起，叫胎教。这世界上没听说哪个地方有胎教的啊。这本书里头有讲到啊，诸位看到就晓得了啊，有讲到。那么中国教育它教些什么啊？为什么会有教育这个观念出来啊？中国上古时代传留下来的五伦，五伦第一伦啊，伦是讲同类啊，五伦就是让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啊。第一个关系父子关系，叫父子有亲的，这关系是亲爱呀。这个亲爱不是人教的，不是哪里学的，不是人发明创造的，这是天性，就是自然的。凡是自然的称之为道啊，不是人创造的，不是人发明的啊，这亲爱呀啊，这个亲爱是天性的，人人都有啊，大家都共同点的，这叫原始点的啊。那么这种亲爱如何能够把它保持永远不会失掉，这是教育第一个目标。第二个目标，把这个亲爱发扬光大啊，你能够爱你的家族，爱你的邻居啊，爱你的这个族群，爱你的国家，最后扩展爱你的人类啊。那么佛教更大，佛教不是讲人类，佛教讲一切众生啊，包括花草树木山河大地，没有一样不爱。是佛教把我们扩大了，我们的这个亲爱啊，直到人类，像《弟子规》上，凡是人皆须爱，啊，我们中国有这个范围。佛教传到中国来，把中国的人心扩大了，啊，真的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，啊，这都是汤恩比说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觉得，这个国外真正对中国文化了解有认识的汤恩比博士啊，他比我们讲的还透彻还清楚啊。所以中国教育是爱的教育，中国的文化是爱的文化啊。历代做帝王的人都是把这个文化尽量去扩充啊，只要不违背这个原则，这个国家一定长治久安，一代一代传下去。末代皇帝不相信了啊，起了贪心了，贪图荣华富贵享受了啊，那个朝代就会灭亡啊。所以太平盛世在中国出现时间很长，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啊，大概有100年到200年啊。这个是对于一些国际上的朋友研究中国历史都非常羡慕啊。所以今天的问题出现在教育问题，不是其他问题啊。制度没有关系，制度固然重要，古人有话说啊，法治之本也啊，国家的大法、法律、宪法是治国的根本。可是下头还有一句是：人
发之源也。这句话重要啊！人呢是知法的根源，人要不善，再好的制度一样做坏事；人要是善，制度不好也会做好事。所以人是根本啊！中国古人讲：“人存真虚，人亡真惜。”啊，所以他非常重视人。那么今天的社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人心坏了，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！啊，你看人起心动念上，全是贪嗔痴慢疑。佛在经上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贪心应对的，这是讲我们外面的环境，贪心应对的是水灾，海水上升，山河泛滥，叫贪心来的。人要没有贪心了，这个灾难就没有了。可不可以相信？现在我们相信，为什么？量子力学家研究出来了，物质现象是跟着念头转的。啊，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。啊，所以我们人身体疾病需不需要医疗？不需要，只要把念头转过来。啊，没有自私自利，没有名闻利养，啊，没有人我是非，啊，没有冲突，啊，没有贪嗔痴慢，你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了。啊，把这个病毒，佛说贪嗔痴是三毒啊，后头加两个傲慢怀疑，五毒。啊，我们有这五种的习气，那就我们的身体代表有病毒。如果没有，你身体不带病毒，外面细菌不会感染，也就现在讲免疫的能力，你的免疫能力特强，啊，你不会感染传染病。啊，所以嗔恚感应的是火灾。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，啊，这是属于嗔恚。愚痴感应的是风灾，啊，傲慢感应的是地震，啊，愚痴很可怕，愚痴是信心丧失了，啊，这是怀疑啊，怀疑是把信心丧失掉了。对外的感应呢？山会倒下来，山崩，地会沉下去，陷下去。现在很多啊，常常听说山倒下来了，啊，地沉下去了，地陷下去了。这个在佛法讲，这个是怀疑，啊，丧失信心才会产生这种现象。所以，能够把贪嗔痴慢疑断掉，我们居住的环境没有灾难。我们身体健康，没有疾病，啊，年岁大，可以像年轻人一样啊！啊，我今年中国人叫86岁，啊，外国人算十足年龄85岁，啊，跟我。同年的人很多，啊，太皇跟我同年，梵蒂冈教皇跟我也同年，好像还同月，英国女王同年，啊，出家人当中的时候，这个一乘法师跟我同年，传印也同年，啊，这个佛光山星云法师同年的很多啊，他们身体都不如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他们心里面的事很多，我心里头没事。啊，就是说的是我没有负担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老师教给我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一生做到是，不管人，不管事。
不管钱，叫三不管，啊，三种我都不要。啊，每天的工作到现在还是一样，四个小时读书，四个小时讲经教学。那我用的方法是用卫星电视跟网络，啊，虽然小小的摄影棚，全世界都能够收看得到。啊，收的效果大了，所以道场就不要大，很小，很小。开销小啊，很容易维持啊，啊，别人的寺庙比我大，我这是小的摄影棚，啊，所以这个有一年呢，在澳洲，啊，也是澳洲一个会议，啊，这个多元文化这个会议，啊，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了主持的主办的。我们中国宗教局叶局长参加这个会议，我就给他谈说，参观我们小道场一点点大，啊，我说道场很小，他说你有卫星啊，说我有卫星，啊，这个时候效果就很大了，啊，所以卫星这桩事情也是方东梅先生教的。啊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，啊，他就告诉我，就是，这个东西可以救世人，也可以毁灭世界。他说你应该要知道，那当年那个时候的电视还没有彩色的，黑白的，他就告诉我，啊，他说这个要留意，它的传播力量啊太大了。啊，几乎每个人家都要看，每个人都接触。这里面播的内容，如果是伦理道德、圣贤教育，就可以救世界。如果播言的节目都是贪嗔痴慢，那这个世界会被它毁灭。啊，所以在台湾曾经有几位教育部的官员，啊，拜访。方老师，那一天我正好也在做。啊，这些官员提出一个问题：那个时候，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，他们向老师请问，他说罗马也有灭亡的一天了，美国不会永远下去啊！说美国将来要亡国，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老师一点思索都没有，立刻就解答。电视，这美国将来亡国头一个因素啊，就是电视。啊，所以老师就教我们，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。啊，电视实在讲它是中立的，它没有善恶，就看你怎么样用法。如果用得善，就可以救国家、救民族。用得不善，就导致社会动乱，啊，关系太大太大了，啊，所以，那现在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如果，所以我就，这也是最近这些年，啊，我三次访问梵蒂冈，啊，前面老教皇我跟他见过一面。那时候身体已经很衰弱了，说话都不清楚了，啊！现在这个本都十六跟我同年，啊，我们见过两次面，啊，我也是劝他，啊，因为前年他的一位主教陶然主教，那个是主管对外联系，啊，就是。对其他不同宗教联系是陶然主教他负责联系，我们曾经谈了六个小时，啊，两次这个会议，一次就三小时，啊，讨论这个宗教问题，啊，提出也是我们，
不太清楚的，天主教有统计，最近这个十几年来，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逐渐减少，一年比一年少。啊，他说像这样下去，如果在20年、30年，可能世界上信仰宗教就没有几个人了，所以他们非常忧虑。啊，当时我就给这些主教，还有一些我们宗教访问团的朋友们说，宗教必须回归教育，我们细心的从经典里面去体会。当时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社会教育家，都是从教学建立的。啊，那么教学时间最长的释迦牟尼，他教学49年。啊，耶稣教学3年，他是被人害死的。啊，摩西教学也有20-30年，穆罕默德教学27年。你仔细去观察，最初创教统统是教育，统统是教学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，教了，经念没有用啊！啊，而且念经呢，会念很多经文是意思不同。啊，这个不能解决问题。一定要恢复当年的教学。啊，实在上教学的核心就是佛教教学。啊，最重要普世教育，这个要简单，不能复杂。啊，也得容易学。佛教提倡的十善业道啊。啊，这是最低的要求啊。这是十桩事情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啊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啊，人人都这样做法的时候，这世界就和谐了。啊，向上再提升，你看六合敬，人与人当中和睦相处。互相敬爱，啊，我们要做出来，啊，我们在澳洲图文法这个10年，其他的成就没有，图文法的人民跟我们相处像一家人一样，啊，非常和睦，啊，所以图文没想到图文法的宗教团结起来了，大家告诉我，希望呢。我们把图文法打造成一个全世界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，好啊，这真是太好了。啊，我也感觉到图文法地区是可以这样做法，因为它的居民，这小城居民10万人，80多个族群，啊，民族80多个族群，100多种不同的言语，啊，10几个宗教，这样能够大家相亲相爱，像兄弟姐妹一家人，啊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相尊重，互助合作，会给全世界每一个城市做榜样，做示范。这是一桩好事情，啊，这种想法，啊，我这几年常常谈这个问题，啊，一定要做出示范点，啊，不做出示范点的，人家很难相信，啊，这个示范点的来源要往前去推3800年。中国商朝时代，啊，唐王，那个时候的中国没统一，
中国是秦才统一，啊，叫诸侯国，就导致小国、小部落，啊，汤，他的面积只有七十里，啊，七十里大概和现在我的估计三十公里的样子，啊，就这么大的他的国家了。他教得好啊，人民教得好啊，啊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他做到了，统统教好了。所以，周边的这些诸侯国都向他学习，向他看齐，尊他为天子。那时候天子是一种荣誉的尊号，没有统治权的啊，没统治权什么尊号啊？你看六百年后上六百年后周文王、周武王他们的国家也不过是一百里啊，大概是现在五十公里这么大的面积，也是做得非常好，感召到八百诸侯国都听他的，都向他学习，都向他请教，啊，尊他为周天子。所以，中国自古以来，小地区做实验点、做模范，做得尽善尽美，让大家来学习。这个今天的世界可以采取啊，只要一个小城市做成功了，交通方便，啊，这个资讯发达。全世界立刻就知道了，有百利而无一害呀！啊，这对国家太好了，啊，所以，我希望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试验点。在中国历代呢，有，啊，哪一个地区试验点呢？首都，啊，现在叫首都，中国人从叫京师，啊，京是大城市。称之为京师，就是师范，啊，京师皇帝住的这个地区是全国的示范点，啊，是个模范的这个地区，啊，所以这种方式在中国确实是有很久的历史，从我们知道有记载的时候3800年上唐，啊，世世代代呀。都注意这个问题啊，要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呐。啊，那么图文巴这宗教的领导人都有这个意愿，这很值得称赞。啊，我听到这个信息非常欢喜，我说你们做成功了。啊，我们到联合国再办一次活动，啊，今天联合国啊教科文组的主席在此地，啊，他亲自听到了，很欢喜，会支持我们，我也答应大家，一年真做成功，我们在。图文巴建立一个卫星电视台，让图文巴人的生活、图文巴的精神、图文巴的文化、图文巴的生活，每一天从电视传播到全世界，全世界人都知道，啊，都会到这个城市来学习、来参观，就能够带动整个世界走向啊安定和谐。你看。不同的族群80多个不同族群，啊，不同的语言100多种，啊，我们能够像兄弟姐妹一样，啊，这个地区可以做全世界的每一个城市的典范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好事情，啊，我们应当努力，啊，我看我们，这个匈牙利的大使。非常和睦啊，像一位和平天使一样。我相信他会
全心全力的支持我们，啊，会把这个事业做成功。这真正是救全世界啊！除这条路之外，没有条第二条路好走啊。那么今天我难得遇到这本书，啊，这部书我知道有这本书，没有见过，啊，没见过。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到两次，提到这书，唐太宗编的，啊，下命令编的。这套书什么呢？唐太宗他很年轻做皇帝，做皇帝27岁了，啊，所以对于治国的这些经验没有啊，他就找这些大臣，找古书，啊，从他往上，这个去学习啊，这中国在过去2500年，啊，从三皇五帝，这些圣人他怎么样修身，啊，怎样治其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关于这一类的记载统统抄下来给他看，所以从10000多部书里头揭露下的精华啊，造成这本书啊。那么这本书我没想到，我只是很感叹的时候，这书失传了不见了，居然有人找到两套送给我，我如获至宝啊，马上就印10000套啊，送给全世界各国大学里面去保存，这个就将来不会丢掉了啊。那么我把这桩事情向马哈迪长老报告啊，向纳吉首相介绍，他们两个听得非常欢喜，有没有英文译本，赶快翻译，我要看，说着急，就预先出了这一本，这一本是十分之一啊。所以我请这个汉学院的老师们每一年做一本，盛年圆满啊，盛年呢就圆满啊。这个东西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走向世界永久和平啊。这个是中国治国这个和睦族群、和睦这个宗教总的原则理念、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都在这部书里头，啊，就非常好，啊，非常难得，这个印的也不错，我到这来才看到，啊，希望每一位朋友啊都带一部回家，啊，细心就看看。是不是时间到了？好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的报告就到此地啊，还有机会呢，希望我们圆桌会议，好，谢谢大家。